二胎已经放开，全民都兴奋。你也才40岁，赶紧去医院把环取了。记住，这一次一定要给我生个儿子。臣妾做不到啊！现在国家开放二胎了，我们到底生还是不生？养得起吗？儿子说不让生，怕失宠。我又问了我娘的意见，我娘说已经没有力气在我们带孩子了。我又算了算我们的工资，如果要生二胎，咱们得先把车卖了。另外你我还要坚持赚钱，所以我觉得二胎的事是和我们无缘了。所以四爷，即使开放了二胎，也和咱们没有什么关系，对吗？没错。美人，兰陵王不生，你生吗？你可不用卖车兼职，老公也有钱。我脑袋被驴踢了我就生，肚皮上的妊娠纹已经够多了，身材走样，双乳下垂，男人看了你都没有任何欲望，何况是自己的老公。婆婆是高兴了，但是你得哭了。美人，你真聪明。结婚7-8年了，本来就没有什么激情了，我再弄个怀胎10月，这不是给小三喧宾夺主的机会吗？为了一个孩子失去一个老公，这笔账不用算你也知道了。你想好了吗？我想了很久，还是决定再生一个。你想通了？没办法，你妈找我谈话了。我妈说什么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响应国家的号召。不是说可以生也可以不生吗？该生不生，后悔一生；该养不养，老无所养。我们有了二孩之后，就有两个来给我们养老，再也不用靠政府。